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就没见过他这么能吹的，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了。御天灯会招收炼丹师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烟雨灯会你值得拥有。打扰一下，请问你知道星辰灯会的招聘处在哪儿吗？才圣人境一重修为。圣人境怎么了？圣人境就要被人白眼相看？公子，后面那个红色的阁楼就是星辰丹会，他们招人要求很高的，没有极好的炼丹天赋，没有达到四品炼丹师，他们都是不会收的。是吗？是想加入星辰丹会吗？嗯，带来进去。公子，请跟我来。嗯，这么简单？想加入丹会的人还真是不少。欢迎大家来到星辰丹会，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始第一场测验。自我介绍下，我叫彭山。哇，七品炼丹师，耀星辰的亲传弟子。我们第一场测试的项目是，这是什么鬼？原来如此。炼丹师在炼制丹药时要全神贯注，配置丹药的天材地宝有些世间仅有一份，你大意了，可能这辈子就无法炼制第二次了，所以刚刚身体后退者淘汰，闭眼者淘汰，精神恍惚者淘汰。我的灵石早已经覆盖全场，现在请淘汰的人立即离开。哎，我就知道星辰丹会没那么好进。不是吧，这就结束了？这也太突然了吧。现在请大家随我去下一会场，第二场测试将在10分钟后开始。看来星辰的眼光还是蛮不错的。嗯，这名少年竟然只有圣人境一重修为，作为全场修为最低的人，却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了第一场测试，这名少年是个人才。等等，这名少年的眼神竟然比师尊的眼神还要更……不，这一定是错觉。或许是我刚才看错了吧，毕竟一个圣人境修为的少年怎么可能会有那种眼神。第一场测试的是心境，第二场才是真正测试个人的炼丹资质。丹方和一份资源都给你们了，只要能炼出一颗成品的清心丹就算通过。作为一个四品炼丹师，这种二品清心丹就算没有炼过，我也有十足的把握。只需要一个小时，我就能将这颗丹药完美炼制出来。忘记告诉你们了，这场测试禁止使用炼丹炉。什么？没有炼丹炉还怎么炼丹呢？这根本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星辰呢，你还真是能瞎折腾。你们觉得不可能吗？当年我家师尊只是二品炼丹师时，就曾以无炉炼丹的方式成功炼出了三品丹药。明明是那丫头当初自己炼炸了所有炼丹炉，情急之下才想出的办法，此苗身一变还成了励志宣言呢。想要做到无炉炼丹，肯定是要经过无数次尝试才可以，但现在必须要一次性成功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人想干嘛？清心丹的炼制材料光是主料就有十几种，还有辅助材料七八种，难不成他想一锅炖碰碰运气？提纯时间、融合顺序、炼化方式，这些一点都不能错。这是真正的炼丹师才能拥有的气质，可是就算他再天才也不可能做到。这是什么火焰？他是不是作弊了？就算是用顶级炼丹炉融化冰玄花再去砸提纯，也要两息时间啊。难不成这名少年的炼丹天赋其实比师尊还要强上数百倍？他拥有阵法天赋，双道齐修，他到底是什么鬼才啊？现在已经成功一半了，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，凝丹。哎，可惜了呀，如果能更好地控制火候，
没准这丹就能成了。你们快看，那少年还没结束呢。成。果然还是失败了。就他这修为，不失败才有鬼了嘞。哼。丹雾，我的天，他不仅炼成了丹药，而且还出了丹雾。极品七星丹，这种七星丹效果可是普通的五倍以上。没想到修炼速度提升20倍的奖励竟然对炼丹也有奇效，不知我这枚丹药是否合格呢？公子，可否到别地一谈？正有此意。请问公子名讳，可有师承？叶北，师承并没有。叶北，如果我将你引荐给我的师尊，也就是星辰丹会的会长药星辰，你可愿拜他为师啊？嗯，我知道你炼丹资质天赋异禀，但是炼丹大道越往后就会越发的困难。师尊在130年前便已经突破到九品炼丹师，距离那传说中的炼丹天师仅仅只有一步，可是这一步却始终没有迈过去。感情带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加入丹会，而是让我拜星辰的丫头为师啊。师尊这次闭关应该也快结束了，他说过闭关一结束就会再来中州一趟。你家师尊前段时间来过这里？是的，就在加莫妖尊传出寿元将近时，妖族中的四弟之一孙大圣便找到了我家师父。可那时师尊也对加莫妖尊的寿元没有任何办法，后来中州域这才广集人员寻找其他炼丹师或者续命丹药。寿元将近，这加莫妖尊的情况不就跟我当年一模一样吗？我一生沉湎300年的孤独，一路狂澜百胆八不俗，我踏破这天地风尘仆仆，烛影也无时叫你开眼沉浮。问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又是哪个点的鬼，藐视天意该当何罪，让你学会自我分类。你看我不爽是逗趣的行为，逆天改命像混沌轮回，街头等闲阻战魑魅，势如破竹啸天道又狂悲。我一身沉湎300年的孤独，我一路狂澜百胆八不俗，我踏破这天地风尘仆仆，烛影也无时叫你开眼沉浮。问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又是哪个点的鬼，要是天你该当何罪，让你学会自我分类。你看我不爽是逗趣的行为，逆天改命像混沌轮回，写出等闲阻战魑魅，势如破竹啸天道又狂悲。你的夜路他山之不善恶到头，再愿那生死不天翻地覆，死成迷雾，唯吾独尊成天道。